恭喜各位成为岭南大学应届毕业生。以下落嚟系毕业袍嘅正确穿着示范。你嘅毕业袍套装包括毕业袍一件，各个学系嘅颜色披肩一条。以及畢業帽一頂，穿著方法十分簡單，將拉鍊拉至合適處，在披肩上找出繩索勾，確認方向，將披肩從後向前戴上，然後將繩索勾勾於畢業袍內的恤衫紐扣上，调整拉链及披肩至合适位置，披肩后方的绳索勾可以帮助固定披肩。可以检查毕业袍袖口应于手腕位置，毕业帽的后方为缝合处，前方为无缝合处。确认方向后，可将毕业帽戴上。最后将人式流苏摆放在你前方的左边，咁就完成噶啦。